州大将军袁绍敬告苍穹，曹贼逆天篡汉，荼毒神灵，祸乱天下。陈绍，承天道领王师，率大军70万征曹灭贼，扩清寰宇。望天神护佑，祝绍早奏凯旋。陈绍歃血祭拜。臣冀州大将军袁绍敬告帝母，曹贼逆天篡汉，荼毒天下，只是万物枯索，民不聊生。臣绍伏地而拜，以土而生，为万物之表，取生灵之气，誓灭曹贼，还大地昌荣。陈绍歃血祭拜。陈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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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绍冀州大将军袁绍敬告列祖列宗，曹贼逆天篡汉，荼毒祖宗神灵，致使宗庙崩坏，纲常尽毁，神灵不安。袁绍泣血饮恨，誓灭妖孽，取曹贼首级，居于祖宗灵前，望祖宗的天灵护佑，祝绍大胜全归。袁绍歃血祭拜。老李，老李，外面为何有鼓号之声啊？哦，主公正在举行征曹誓师大会啊，祭天祭地祭祖宗之灵。主公又要出师？是，听说主公足足有70万大军呢。哎呀，徒有虚名罢了。快，去宁波，我要给主公上书觐见。哎哎，大人，罢了罢了。你就是因为进谏才进的这牢房啊！我宁可因谏而死，也绝不讳言。取笔墨。三军将士，静听我言。此战不仅决定了袁氏一族的生死存亡，也决定了列位将士的祸福荣辱。此战决定着未来500年的历史，决定着皇朝天下的最后归属。生死存亡，祸福荣辱，皇朝天下，今决于此战。又在辱我，他上书让我休兵停战，一师大战前夕了，他竟敢还大发哀音，乱我军心。禀副帅，祭天
祭地、祭祖之后，上缺一物祭旗，秦副帅用田丰首级祭旗，以壮军威。不可不可，主公，万万不可呀！眼下这战端尚未开启，我们却先斩臣下，这对我们此次出师远征、剿灭那曹贼，空非吉兆。依你之见呢？依在下愚笨之见，倒不如等我们大获全胜，凯旋归来之后，也好让那个平时只会夸夸其谈、视为迂腐短见、鼠目寸光的小人田丰，亲自看到主公你辉煌的战绩、丰功伟业。到那时，到那时，主公，你再赐他自尽，也不为迟啊。好，等我取了他的首级和曹贼的首级放在一起，一把火烧干净。如此极好，如此极妙也。许攸，在。传令，鸣鼓，出师。主公有令，击鼓出师。快！快！主公，我先头大军与陈师上路，这天已过正午，后军才刚刚出城，前后相连近百里啊！主公啊！像今天这般倾巢而出的大军，似潮水般涌动，真乃金鼓罕见，海内奇观呐！我想曹操已知我军所向，但愿他别闻风丧胆才好。主公，此处距那曹操首府许昌130里，距官渡80里。据少帝探报，曹操将沿途的车仗、兵马、辎重全部收入了许昌，由此可见，他已有所准备啊。传令，军至官渡下寨，分扎3座大营，形成相互策应之势。传令，到。上。上。袁绍于冀州誓师，歃血祭天、祭地、祭祖，其水陆大军70万，于3日前向许昌而来。袁绍的3位公子都率军助战，并争作先锋。袁军拥有骁骑阵、弓弩阵、铁甲阵、战车阵，他们粮草充足，攻城器械无数。绍祭探报，袁军陆路绵延100里，水陆绵延50里，其先锋已于今日抵达官渡前线。列位可能没见过这么多的兵马，也没听过这么大的阵势。袁绍有一句话说得不错，此战将决定今后500年的历史，决定皇朝天下归于谁手。大伙儿说说吧，是战是和？如战，那么是急战呢，还是缓战？如何？那么是议和呢，还是求和？列位尽可直言。丞相，袁绍势大，其兵锋也正劲，在下建议避战而言和，先延10日，观其待变，以谋后发制人。在下复议，在下复议，在下复议，在下复议。臣主战。丞相非战不可，而且是力战、急战。为何呢？我不懂兵，但我痛切知道袁绍的心理。
他此次进京是非取许昌不可，丞相要和他也不会和。此外，袁绍军是随的，那也是徒有虚名。请问各位将军，区区一个关羽，就敢在三日之内连斩颜良和文丑，难道你们这些身经百战的虎将，连一个关羽都不如吗？ 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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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战
因为他祖上四世三公，门生故吏遍天下，而我的祖父是个宦官，我自愧不如，颇受袁绍取笑。30岁上下呢，我和他同朝称臣，我外表尊敬他，内心里已经瞧不上他了。为何呢？因为正是他请董卓引军入京，造成了天下大乱。而我早就告诉过他，这样做只能引狼入室，必将自取其祸。40岁左右，我与他各霸一方，我简直开始蔑视他。为何呢？因为他身为人主，却心胸狭隘，气势浅薄，外宽内忌，刚愎多疑；身为统帅，却有谋而无断，色厉而胆薄，兵多而指挥不一，将骄而政令不明；身为人父，却听任几个儿子拥兵自重，争夺世子大位，用亲不用贤。由此可见，我这位袁绍老兄，无论是为人主、为人父，还是为统帅，都是外表庄严，内里平庸。这场战役，其实8年前我就预料到了。我们相继破袁术，灭吕布，迎天子，收徐州，雄踞中原，早晚必将和袁绍有一场最终的决战。所以8年来，我无日无夜的不为此战做着准备。今日我且直言，8年前，袁�绍拥兵30万，我想，我怎么也得有20万兵马才能战胜他。3年前，袁绍已经拥兵50万了，我想，我怎么也得有10万兵马才能战胜他。现如今，袁绍已经拥兵70万了，天下州郡他一个人独占了4个，可谓声势滔天了吧？可是我现在想，如要战胜袁绍，我只要精兵7万即可。为何袁绍用兵越来越多，反而丞相用兵越来越少呢？因为兵不在多，在精；将不在勇，在谋。如果要比将士多寡，我永远也比不上袁绍；可是要比起精悍和智谋，3个袁本初绑一块儿，也比不上我一个曹操。曹仁，在。把我为袁绍准备的兵马说给大伙儿听听。诺。列位，主公在8年前相继把各部的青壮猛士都抽调于兖州境内，在那里日夜练兵。现在主公已练出了7万精甲，
他们全部都是身经百战的猛士，全部都是勇中之勇，精中之精。其中40000铁骑，10000长枪壮士，8000重装甲步军，其他的全部都是弓弩手与霹雳车。这70000金甲就是我们的箭手矛头，他一击之下定能刺穿袁绍的三军。大伙儿可能会问，我们不是还有200000人马吗？他们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这200000人马只有一个任务，那就是待袁军溃败之时放手让他们追杀，直到把袁军斩尽杀绝。遵命。这场战役实际上只有一战，就是首战。首战胜，袁绍兵败如山倒，天下归我；首战不胜，我们丧家失所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所以70000金甲全部入手战，一战定乾坤。诺诺诺诺！皮尔啊，我只留给你8000老弱驻守许昌里，守得住吗？父亲放心，儿定能守得住。或许这8000兵勇都还多了。为什么呢？荀大夫说过，主公精兵所向，袁绍无暇他顾。好，你要多向荀彧学习，方能成大器。孩儿明白。丞相，在下认为，袁绍兵多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他粮多。闻听袁�绍为此战准备了200多万担粮草，而主公只有15日之粮，此战断然不可延误。回回征战，我都是为粮草操心，这回又是。15日之内，必须结束战事。丞相，大军距官渡还有20里，袁军已在山坡下扎住阵脚。袁绍大军面朝何方？北东朝西。好，待会儿我要请袁绍吃杯茶，布阵吧。诺。许褚、张辽，在。你们速率40000铁骑绕袭袁军后路。得令。夏侯惇、夏侯渊，在。你们率霹雳战阵守护中军。得令。曹洪、乐进，在。在。你们率长枪阵为前军。诺。徐晃、于禁，在。你们率弓弩手射住援军阵脚。得令。出发。Thank you.
那曹贼一向诡计多端，主公不必猜他，即刻传令，令三军掩杀过去便是。不，今日之役，必为青史所载，传于后世。我军天威浩荡，胜券在握。我可以堂堂正正取曹操的首级，又何必要偷袭呢？令三军待命，弓弩迎而不发。我倒想要听听，他都死到临头了，有何话说？主公，不可大意啊！看我如何戏他！哼！本处兄，别来无恙啊！多谢孟德挂怀。本人一日好过一日，一年胜似一年。本处兄，请。你不是朝廷的丞相吗？何必姓梁？人家说我名为汉相，实为汉贼。本初兄年长，自当为尊。坐吧。多谢了。咱们俩的交情啊，说起来话长啊。从小咱们就是亲密无间。我记得想当年，兄台领着我们是玩遍了洛阳城，白天驾鹰打猎，晚上寻欢作乐，那日子真是痛快。嘿嘿，我有时候想，你说这人要是永远不长大，那该……那些丑事，孟德还好意思说？哎，人不能够忘本啊，不能因为你我现在是朝廷重臣，国家栋梁，就毁言以前的丑行。常言道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孟德，我不是来和你怀旧的，你有什么话赶紧说。我那三军将士已经不耐烦了。怎么说呢，兄台，你此次举70万大军伐我，实在是贤明之志，伐得好。此话怎讲？因为此战如果再推迟5年，君必败，我必胜。可是现在，我不是你的对手。我早就料到了，我岂能等你5年？孟德啊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胜负已定，不如干脆归降于我，免得你那万千将士跟着你送死。可是你知道我的性子，我是宁死也不愿意投降的。那你我还废话干嘛？兄台，我虽然不愿意投降，却愿意和兄台请和。请和，或者说是乞和、求和，都成，随你高兴。曹阿瞒啊，曹阿瞒，
凭你那三寸雕舌，就想骗我撤军？嗯，不敢骗，乃是请和。兄台，如果你此刻愿意退兵的话，我愿意让出徐州六郡，只保留兖州一地，而且我发誓，永远不和兄台争天下。此话当真？为了表示我的真心，我此番特意带来了请和之物。哦，请看，瞅见了吗？你所说的请和之物，竟然是大汉天子，他不配吗？难道他不是兄台朝思暮想之物？兄台如果此刻退兵，就请把天子带走，此后朝廷就安在冀州了，挟天子令诸侯的就是你袁大将军。天子搁在我手里是个包袱，因为你比我强，你会讨伐我。可是如果天子在你手里，没人敢讨伐你。说白了，那跟兄台自个儿当皇帝有什么不同呢？而且还免除了篡逆之名。兄台如果现在不愿意进大魏的话，今后无论任何时候，您都可以废帝自立。你看如何？徐攸军师，傅帅跟曹操那说什么呢？他们有那么多话可说吗？我家主公与那曹操奸贼可是少时晚友，彼此之间有着说不清的恩恩怨怨。不过那曹贼一向心术狡诈，且诡计多端，他如此的拖延，肯定是别有用心。什么用心？这个徐攸一时也说不清楚。你为了讲和，单单献出天子是不够的，你还必须割让许昌城。许昌是我的首府，割让了许昌，你让我何处容身呢？啊，你不还有兖州五郡之地吗？这足够让你独霸一方。哎呀，兖州地狭民寡，粮饷难支，自保且难，谈何称霸？兄台，我已经答应割让徐州了，还愿意交出天子，你就不要威逼太深了。你每次率军征战，都在许昌用兵。贤弟，如果你不想交出许昌城，我如何相信你的和议？许昌一失，那些个文官武将就会认为我是个懦夫、庸主，他们就会弑主夺位。那万一我要是死了，那谁来维护这个和议呢？而且如果有一天他们兴兵讨伐兄台，那不是给兄台添麻烦吗？来，喝茶。
远探将军，不必再等，即刻鸣金召回我家主公，准备开战。遵命。不，再等等。你们看，主公在跟曹操品茶的时候，一直是居高临下，从容不迫，而曹操却在向主公祈求着什么。哎，曹贼祈求什么？要么是乞和，要么是乞降。公子啊，你想主公他不急，那应该是胜券在握。再等等吧，或许我们能够不战而胜。郭图大人，别忘了那曹贼可是诡计多端呐。再这样拖延下去，我们三军将士也会躁动不安呢。他们是干什么的？嗯，他们这是干什么？这些都是宫女儿，他们拿的都是天子赐给将士们的美酒。兄台啊，天子对你是一片厚爱啊，天子多么想化干戈为玉帛，让咱们俩都能双双凯旋呀。臣拜谢天恩。兄台，不管此番我们是战是和，是敌是友，先饮了这杯如何？来，坐坐，兄台。吃货混账，你们是来打仗的还是来调情的啊？所有将士听我命令，马上把这帮娘们给我赶走，快点赶走。走走走，快点走，快走走，快走，走走。嘿，曹军在前面，吴在后面。袁熙将军，你亲自率领一支铁骑火速赶到我军后方去，严防那曹贼从后面偷袭。遵命。哎呀，这是什么火？天哪，坏了坏了，袁熙将军，快让主公回到本阵。现交许昌城后，我保证今后不再与你用兵，我还要祝准天子，封你为大将军，领兖州牧，保你荣华富贵，享用不尽。嗯，多谢兄台宽容啊。袁绍，我如果是你，就绝不同曹孟德议和，只会给他筑一座青石大坟，因为只要曹孟德一息尚存，他就战无不胜。父帅，请赶紧回营。父帅，
我还没下令进攻，这是哪来的厮杀声？副帅，曹操数万铁骑正在抄袭我军后方。什么？曹贼！你这天下第一巨奸，我非将你碎尸万段不可！快撤，副帅！奉旨剿贼！开战！弓弩箭！放箭！撤重镇！